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今天都去俺爹家玩一天了，这是非要打开一箱米饭，这么多，一人也吃不完。然后往家里，俺爸俺妈，俺奶奶留着，俺给我往那拿点。俺给我拿点。等那拿猪肠的饿了可吃，再去拿点别的东西来。拿这两样东西吧。加油。走。走。还叫谁呀？一楠。哎。走。好。给你跟个姨父背掉这个东西，到那送给个姨父这个啊。嗯。背着掉了。哦。哪里有人拿猪脚了？等会儿要把门都养个。今天我奶奶都没有在家。累呗吧，不累。你力气真大。每次上这个坡，我感觉都喘不上气儿。去喊你奶奶的吧，去吧。哦，上来了。你都上来了。前两天我见你那个视频聊的能可狠了，聊一聊啊。聊一聊，上上楼聊。来给我，上楼聊。来给我，上楼聊。来，你别走。喝点水，你俩上午吃
吵了，别说，好嘞。今儿我见你给我拜年，你说拜嘞，光累嘞，光我一多累，我见拜年，我不不不不。